生命，尊重生命。各位评审大家好，我是做综合领域的选手。那我的题目是尊重生命，每个生命体都是独特且美好，也都是地球重要的一员，且彼此相互影响。身为人类的我们，如何尽自己之力，让每个地球居民共好生活？那我是做下楼梯，让大家学习到如何合适的站在动物。它是透过左右键控制角色移动到正确的阶梯上面，当移动到正确的阶梯上时，不会扣分也不会加分。那如果碰到错误的阶梯时，就会扣分。例如题目错误的阶梯，或者是尖刺阶梯，就连底下的边界也是一样。那有许多合适善待动物的行为，例如设置动物保护区，或者是减速保护牌，那或者是适当开口，或者是节能减碳救援地球。那也有很多不合适的行为，例如像是大量捕捉鱼类，或者是使用农药。那当游戏归零时，当分数达到2分以上时，就能获得胜利。反之，当分数在2天以下时，则需要重新游玩。我的报告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位同学。